烤仔喺個瑞和苑，即係火炭山上面啦，係嘛？佢係超市，佢好行動好撚迅速。嗯，屌你咁樣直情咧，可能而家啲人驚啊！喂，唔俾你喂白鴿啫。咁但係喂馬騮係咪犯法咧？我真係唔知喎、啊。但係唔建議嘅，從來都唔建議嘅。嗯。咁屌你唔喂佢，啲馬騮都醒撚目啦，就自己走去屙，就光天化日底下走去 seven 度偷嘢，你真係吹佢唔漲喎。係啊。屌你真係點搞咧？你真係好似美國加州嗰啲咧，揾嘢揾撚住佢喎。因為揾唔係揾住只馬騮喎，揾鎖住呢啲嘢。因為咧，你一定唔夠佢快嘅喎、嗯。你想捉只馬騮？好靈活㗎。好撚靈活喎，咩馬騮精喎、啊，大佬。馬騮專。以前咧馬騮專入你啲袋啊，係啊，惠康百佳就專攞，係啊，同埋又仲要睇下喎，你嗰啲細路仔啊、女人啊、老嘢，佢又搞鳩你嘅喎。車牌佢識認㗎，嗰架車 A M 車、啊、車牌即刻走，執、啊、我啦啲人嚟。好啦，明啦，我嗱初選案咧，你用求證又好，尋證又好啦，完畢。咁法官話咧會擲日判刑，哦擲日判刑，佢而家年啊。壓至咩九月十八啊，十月五號判啊，十一月六號啊，都唔講啊，擲日判刑，點解啊？等等指示，等邊個指示？我同你講，客觀分析，我係老細嘅話咧，喂你搞撚掂佢，唔好煩我。客觀分析，我係老細嘅話，你放埋黎智英。我都冇問題啊！你唔好煩我。總言之，你搞撚掂佢，香港咧唔好出事，太太平平夠啦。我好撚多嘢煩，我係老細係咁嘅啫。嗯。但係咧，唔好搞啦，係嘛？等咯。好啦，真係有回報上去嘅時候，喂，老細點樣點樣？真係拍下腦袋就嚟㗎啦。咁你話香港係邊個搞死？咁啊，上邊位中美嗰度又唔知點，係啊，各選舉又唔知點，係 啊，所以佢又唔夠膽。點時即係幾時可以判啊？嚇！我話俾你聽啊，即係因為睇完第六節你就明啦。嗱，我哋睇下周嘉誠嗰個陳情嘅傳聞啊。咁啊，周嘉誠咧，尋日由代表律師陳世傑讀出嘅啊陳情信嘅部分內容。咁啊，多間傳媒都有披露佢求情信嘅傳聞嘅。咁啊，未被讀出嘅部分咧，因為其實喺法庭度都冇讀出曬全部嘅嘢啦。啊，咁就係、是、啊，周嘉誠自己讚筆親讚啊，就話十五歲時照顧病苦一段經歷，點樣影響佢成為一個關懷弱者嘅人。OK， 嗱，每一個人嘅成長咧。或者今次參加初選都有不同的動機的、嗯、可以是他真心他希望去建設過香港、嗯、可以是咦屌你有成十皮嘢喎地位順隆喎、啊、你用什麼動機去推算他們不重要的在當其時的氣氛就是因為、2020年的、區議會選舉、喂真是龍的牙的只要你不是建制派你都贏那麼滯的時候呢馬心紅咯於是乎就個個想出來咯分一杯羹咯而那班舊電池又不想讓位於是乎就有個初選咯、啊、有個初選就看看誰去參選咯真的選到參選我贏面比較大是不是真的會贏到呢其實都不知道但是哇屌你老母建制派就熬撚曬底喎大佬因為點解輸到這樣嘛、啊咁於是乎啊，咪出手咯，啊，成個過程係咁樣，係咪你能夠料得到咧？如果料得到嘅，呢四十七個人入邊啊，我諗我又唔講全部嘅，有四十五個人唔會參加咯，唔會參加呢個初選，因為大家唔覺得佢係犯法啊嘛。香港我哋覺得唔犯法嘅嘢咪做得咯，唔犯法嘅嘢咪做得咯，人哋點睇唔重要嘅喎，係嘛？咁但係咧。我從阿周嘉誠嘅文字啊各樣嘢嚟睇咧，佢呢個係我唔識佢，因為係咪佢內心相信嘅全部咧唔重要嘅，我覺得啊，因為喺呢幾年咧咁樣即係啊
俾人哋混咗喺荔枝角入邊嘅時候啦，我唔知係咪荔枝角啦，應該係㗎啦啊。佢一定對個生命有反思，而佢最後咧啊，佢都冇投降喎、啊。嗱、啊，我就人哋我都話你有任何求情應酬唔重要，唔緊要嘅喺呢件事上面咧，因為大家估完到係真會犯法，咁大家都會做每一件事都會要同自己負責㗎嘛。咁所以點知原來話犯咁撚大鑊嘅嚇，咁、啊、於是乎就會有啲啊軟弱或者求情嘅係唔值得俾大家笑。但去到呢一刻咧，如果仍然係能夠啊深信自己啊，咁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因為點解咧？如果個個都腳軟咧，真係個士氣係更加低落嘅，係嘛？咁當然啦，你呢個係要佢自己付出代價嘅喎，係、嘛？為咗鼓勵激勵你嘅士氣嚇、啊，所以呢啲人永遠值得我哋尊重。啊，法官閣下，今日我希望同閣下分享我喺十五歲嗰年發生嘅兩件事，佢哋對我生命好有深刻嘅影響，希望能夠協助閣下更加透徹咁樣理解今日企喺你面前嘅第37被告，佢係第37被告。首先係我爸爸嘅病逝。我出身自基層家庭，自我記憶以嚟咧，爸爸都一直係惡病纏身，因為冇呢個經濟支柱，我哋一家七口咧好長時間只能靠綜援度日。然而，由於早年經常對家庭嘅其他成員暴力相向，搞到家財屋閉，永無寧日。即使後來佢病情惡化到要入醫院咧，屋企除咗媽咪之外咧，根本都冇人去探佢。就喺我十五歲嗰年嘅某一日，醫院批准佢出院。當爸爸踏進家門嘅一刻，睇見昔日嗰個喐下就大發雷霆嘅家暴者，如今就變成一個駝住背、瘦骨嶙峋、行一步路都相當吃力嘅老病人，我曾經內心對嘅恨意頓時全消，即係希望想讓眼前呢個人喺生命最後嘅時光咧，能夠有啲尊嚴嘅生活。一方面係為咗爸爸，另外一方面都為咗分擔媽咪嘅辛勞。由嗰日開始，我每日放學咧就會幫忙照顧爸爸。砌病床啦，分配果生果啦，衣物啦，喂食飯啦，幫忙洗澡啦，大概就係嗰段日子，我漸漸培養出對弱者嘅關懷同埋同理心。只要尚有一絲餘力，我都希望能夠盡我所能，令佢哋至少減少一啲痛苦，過上更好一啲嘅生活。冇幾耐之後，爸爸就病逝咗啦，唔再需要翻屋企照顧我爸爸。每日放學之後咧，我就去自修室讀書，發奮圖強。因為我相信只有能夠成為一個更加有能力的人呢，才可以更加幫到人。最終我如願入讀大學，修讀護理，準備日後成為一名護士，幫助社會上無數像我好像我爸爸當年那樣無法治理的病人。我還記得收到大學錄取通知那一天，我媽咪笑得特別燦爛，我知道我走上了一條正確的路上面了。另一件對我影響深遠的事情咧，亦都係十五歲嗰年，就是我首次參加呢、這、一個啊公民參與七一大遊行。喺忙於照顧爸爸期間咧，機緣巧合之後咧之下咧，我跟一位中學嘅師兄第一次參加呢個七一遊行。喺遊行隊伍入邊，縱使天氣炎熱，人群擠擁，我亦都為人哋對公義嘅追求同埋對弱勢嘅關懷咧所震撼嘅。我醒覺到我屋企所面對嘅困難，絕唔係我哋一家七口獨有嘅。而係可能有數以十萬嘅家庭面對共同嘅問題，現象背後咧更加有住係社會嘅結構性不公。當時我仲細個，未識得有條理咁樣分析社會問題，更加枉論提出具建設性嘅解決方案。但係嗰一次遊行就成為咗我關心社會、積極參與公民事務嘅契機。由嗰日開始，我對弱勢嘅關懷更進一步拓展到對香港弱勢社群同埋對壓迫者嘅責任感。只要有能力，我就希望幫助弱勢，令香港成為一個更加好、更加公義嘅社會。由嗰日開始，每一年我都會參與遊行，風雨不改。亦都因為對社會的一份關懷咧，當我喺2014年爆發呢個雨傘運動嘅時候咧，縱然我係忙於準備第二年嘅公開試，我都不時抽空到現場支持運動。有一段時間，每日放學就著住校服，孭住個書包，走到金鐘示威者搭建的自修室讀書，我金鐘派的他是、okay? 再跟其他示威者聊天，談著對香港未來的想像，就成為了我每日的日常。就結果而論，運動是失敗的，我們未有爭取到香港人渴求的民主政制，但對我來說呢，這場運動就更加堅定了我參與政治的決心、啊、
因為唯有建立好似美國前總統林肯所講嘅一個真正為人民服務嘅民選政府，先有機會終結對弱者嘅壓迫。但係呢樣嘢好容易變成左膠喎，嚇、啊！真係好小心嘅，為社會帶來公義。更重要嘅就係咧，呢場運動令到我相信，透過公民參與，我哋確有改變社會、推動公義嘅能力。咁啊，呢一份信念咧，就係我當年參選嘅初衷，到而家都並無疑心嘅。如我所講，我參政就係希望為民發聲，加強在野民主派喺議會入邊嘅實力，制衡非民主選嘅行政機構，為實現真正民主化帶嚟嘅可能。或者同其他人唔同嘅係，其實我從來未相信35+係可能性嘅。但係同唔少香港人一樣，縱然我唔相信35+嘅可能性，我始終深信民主嘅價值。所以今日我為爭取民主身陷囹圄，但我仍然相信這個為人民服務的民選政府終有一日必然來降臨香港的。由始至終，我根本無意違反國安法，亦想像不到參選本身原來已經構成危害國家國安的。國安法生效之後，我一度萌生退選念頭，驅使我繼續競選的是自覺身為政治人物所肩負對人民的責任。我惧怕如果連參選人都臨陣退縮的話，香港只會被恐懼的情緒籠罩，公民社會一沉百踩。我不忍心退選，我無法離群眾而去，於是我刪去所有機會被視為違反基國安法的宣傳內容之後，我決定重新上路，與民同行，走完最後一段初選之路。今天的我和15歲的時候相比，固然歷練多了，對自身和世界的理解也因此有不少變化，但我初心始終沒有變到，我仍然深信民主和公義，依然關懷弱者，希望香港能夠變得更加好，大家能夠過上更有尊嚴的生活。在獄中這幾年，我努力讀書，努力修身，努力修心，我學習改善同家人的關係，學習降服憤怒和不滿，學習安忍，學習懺悔，學習和諧和平靜，學習慷慨，學習為何無條件的愛，學習何為無條件的愛。這一切呢，都只是為貫徹15歲以來所走的道路無忘初心。我不知道自己距離重獲人生自由還有多久，我只是盼在踏出監獄那一刻能夠自由地跟大家說，這麼多年來我沒有變過，沒有枉過的。 OK， 未算是很激動人心，亦都呢有些事情都只不過是一個20多歲後生仔，我都是覺得有些他都還是有些幼稚，但是20多歲後生仔根本就不應該那麼成熟。我想問問你，我怎麼判他有罪呢？我是有官，由他參與這件事，看他一篇陳情有罪的啦，看他怎麼判刑啦。怎麼搞呢？你說判刑結果都要責任呢？好，都是好消息的。昨晚呢，我們的巴黎殘奧說一是不來了，一來了兩金了，兩個都是硬地滾球，這個都是我們強項來的。但是昨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因為我剛剛吃麵的時候就賣新聞，龍子健呢第四次爭了殘奧，之前三次呢獎牌都沒有，今次呢終於來了，不單止拿獎牌，在決賽擊敗這個韓國選手鄭俊昇，哇，一來拿金牌，跟住之後呢，就是張遠啦，張遠就在 BC 四級拿銀牌，然後何婉瓊我沒有看啦，今朝一啟又是拿埋個金牌，咁當然唔容易啦。我哋唔好咁扮勁，殘奧嘅轉目度同奧運梗係兩件事啦。但你話係咪易啲咧？喂，大家都係有殘疾嘅，大家亦都分咗好多級數嘅唔同嘅殘疾，而佢哋嘅連個身體嘅協調啊，本身啊，都可能同我哋正所謂嘅正常人咧，都好大好大分別，能夠克服嗰啲困難，做到喂，屌，其實講真啦，你而家叫我哋去都未必練得贏佢啦，就算乒乓波啊，我屌你嗰次單腳跳高喎，你點咩啊？話喂，梗係
值得鼓掌啦、啊、中何方運動最重要的一樣嘢係嘛？就係、是、即、就是超越自己的極限嘛，努力去做、啊、超越不到，你肯去挑戰，其實都是一件很難得的事嚟嘅。OK， 好啦，咁啊，希望香港繼續有好成績，好成績啦。咁啊，尋日有兩張相，有仙氣的士司機。咁但有網民就懷疑咧，喂，屌你係咪嗰啲 model 啊，定係人哋藝人啊？而家揭曉咗未？係咪藝人啊？咪真係唔知啊！我哋睇兩張相先。嗱，琴日網上面有啲的士群組入邊咧，發現咧有一個女的士司機 ，OK， 話皮膚白淨著件，又唔係背心嘅，冇袖衫啦。新的士判官。哦，揸的士 ，OK， 下一張。咁由於咧兩張相咧都影唔到個車牌，嗱，當然啲網就咁最推測。同埋點解嗰的士冇咩嘅？冇電話咧？咁唔一定嘅，我都唔係啊！我見到有啲的士都真係冇啊。OK， 咁啊，於是乎有啲網民咧就懷疑究竟佢係咪真係一個真正嘅的士司機咧？嗱，有人懷疑佢係 model， 或者係明星。咁點解有人懷疑佢只不過係的士司機嘅女朋友啲朋友貪過癮坐上司機位度扮嘢咧？嗱，我唔知啊。嗱，如果你冇車牌咧，坐上司機位犯法嘅。係。但如果你冇的士牌有車牌，坐上的士位又係咪犯法咧？而你係冇著車嘅，我唔知，可能都犯法，我唔知嚇。咁但係你話今時今日，即係我覺得就冇乜特別啦。就算有真係有女的士司機，只不過你嗰個套版印象入邊覺得喂好似奇怪啫嘛。講真啦，你好似今日《華爾街日報》有篇文章。他說高科技的高手人才八成是白人男性這些是非常之不政治正確的肯定因為華爾街日報你記住不是郵報、肯定被人群起而攻之但是你想想如果那個是一個他沒有這個 bias 的純粹一個調查這個就是事實咯我沒有說你黑人就低人了但是現在現實就是原來八成都是男性白人就是這樣的嘛所以左膠就黏緊了線的了這些、各位但是我們不是說那些但是你說如果搭的士遇著過這樣的哇都好過癮啊好過癮是吧過癮吧沒有的這樣聊去聊天都過癮啊咦小姐哇你這麼漂亮好少見啊好少見有的士司機是女仔啊還好像你這麼漂亮她實在喜歡啊多謝多謝你啊啊，咁你點解你會揸的士嘅？因為點解我唔揸的士啊？有啲女仔都串嘴噶嘛。冇啊，咁其實以你咁靚，你好多工都可以做啦。我絕對無對的士司機不敬啊。啊，咁啊，跟住你咪扭去傾偈咯。因為我見你哇皮膚又咁白滑喎，哇真係真係 hit 得過㗎。咪講埋呢啲咁閪嘢咯，少咯。好，休息，休息，休息。